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Lily， 今天来讲的是 14.65 大上分神阵。第一套阵容呢，要来看到的就是杜寇格魔。寇格魔可以去出的就是蓝臂法爆、纳什、磕枪、死帽、巨杀。登陆装阵呢，可以去选择的是糖分超载、机会渺茫、越战越勇、龙魂、贸易大亨以及并肩作战。好，第二套呢，要来介绍的就是杜巴德。巴德可以去出的就是双轨锁加上磕枪。登陆装阵可以去选择的就是买一送一。第三个呢，要来分享的就是神域莉莉亚。莉莉亚可以去出的呢，就是法爆、蓝 buff、磁帽、磕枪、巨杀大天使。比较好的就是战斗法是天降金柄、专属魔杖、珠光莲花秘法、爆发以及法力护盾。接着要来分享毒亚菲利欧，亚菲必出的就是鬼锁这件装备。那么装置比较关键的就是买一送一、越战越勇、三人成型蹦棒、酷热打击、天降金柄、致命豆丁。最后一个要来分享的是毒牙尼，牙尼可以去出的就是嗜血加上双泰坦，你可以去拿买一送一、巨兽决议、致命豆丁、王者馈赠、纪元、助攻碑文。